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6:58。今天有一个很强的料理叫做卤肉。红酒炖卤肉，就是卤肉叉。哦，红。哇、哦，这好香哦！哇，真的很香。红酒炖牛肉，哎，真的很香，五片超香。哇、哦，很香哎。我一闻就知道这是用200块的红酒。没礼貌，200块就很高级。可是牛腩是用 Costco 对不对？我一闻就知道。你不跟我去买的吗？好，桌上收一收，哎呦，收一收，准备餐具。桌上。我今天收我的。垃圾不是牛腩，是牛腱。好，是牛腱。收一收，准备桌上收一收，电视关起来，电视关起来了。好，你说那个，哎呦，这边还有你的书包，还有地上的东西，还有宝可梦卡，收一收。阿弟啊，我们要。有人每天都设一个账号，然后每天都可以看。哦，这个好了，有点小焦，一点点焦。阿弟，嗯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。有人每7天就设一个账号，那就跟每天。有时候设账号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，还有是要认证。他认证可能要注册信箱，那现在信，我答应你说你6:30把功课写完去打羽毛球，请问现在几点？我等一下可以去跟你打一下下，可是不能打太久。对啊，我们是答应几点？6:30嘛。我说我会跟你去打羽毛球，可是要等一下下，而且你吃饭要快一点，因为你至少你要留点时间洗澡。我可以跟你去打没有关系，只是你动作真的要快一点。很烫。哦，好烫，这不好拿哎，稍微再等一下，我再拿好了。太焦了吗？一点点，可是我觉得还好。我也觉得还好，这样可能差不多。对，一点点。我是照他的时间按的20分。对，还好，我把它拿过去，两只手。姐姐桌上可以有一些垃圾帮忙收一下，你看哦，很烫，你先借我过。这是 IKEA 的蒜泥。哦。对不起。这本是谁的？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卡牌。姐姐的，是姐姐掉的吗？姐姐的。为什么在地上？有3张。你们都不爱洗卡牌，反正我也不买，都乱丢。你干嘛拿我东西啊？要帮忙炒一炒吗？把这边收一收。我怎么这个变成焦了？那个一点点，那个没有关系。你刚刚打鬼了吧？你说什么东西？帮我捞过去好不好？你说把这个青菜捞过去。啊，你肚子饿就先吃啊。其实你慢慢吃，你不要又很急哦。对啊，我小心。鱼啊，那个是鱼啊，一片的鱼啊。我现在挖这边是有熟啦，那个一定有熟，那个一下子就熟。
吃饭。有饭吗？饭在电锅吗？不行，每天要吃蛋。那可以吃炒蛋吗？吃什么炒蛋？你想吃什么炒蛋？酱油炒蛋。好了，先这样，等下再收。先吃饭啦。今天吃什么？你把它剁碎了。啊，本来不是三角形的吗？用蒸的它就会软掉、欸。哇，今天有红酒牛肉，很好吃。你第一次煮哎、欸，这个是以前煮过、啊。以前煮过，这个是。那你要干嘛？空心菜，这是 IKEA 的鳕，这是叫什么什么鱼啊？鳕鱼。鳕鱼吗？什么牌的？哦。然后那个。然后这是炒饭。可是我觉得还没有软。哇，很丰盛哎、欸。肉有软吗？你不是煮了一个多小时，应该有软的吧？嗯，勉强咬得动。咬得动吗？嗯、这是一个饭，这是 Costco 的牛腱，对不对？怎么勉强咬得动？明明就很软。很软吗？还是它刚好吃到筋？很软啊，没有啊。有软呢、啊？对啊，还没有到很软，有软。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，不会咬不动啊。嗯。好吧，那我吃吃饭。不会咬不动啊。很好吃哎、欸，很软啊，对啊，很软，没有到，姐姐可能非常软，可是有软，姐姐可能刚好吃到筋了，很好吃啊，我觉得可以，但是我跟妈咪昨天晚上去买东买的那个红酒啊，嗯，没有加红酒，嗯，可是它挥发掉啊，煮酒精类像。有些就是煮一煮，它就会挥发掉。上面、啊，世界上有热啤酒吗？热啤酒应该有吧？你要用吗？等下就可以用给你喝。好问吗？18岁，请勿喝酒。请勿喝酒。有偷。我问你哦，煮这个有什么技巧？煮红酒炖牛肉什么？经验够多。步骤是什么？一，你很咸。我看到你就把肉煮一煮，然后其他东西。有步骤吗？有啊，一，你很咸。哪有？只有煮这个真的要很咸。要怎么样？至少要抓2个小时，最就是比较刚好。你一定要让它不这样2个小时。那、啊、你没有什么配料？红萝卜、番茄、洋葱、牛腱。香菇，还要先加什么？先把牛肉先用那个，可能你可以先炒过一次，嗯，就是先让它不要生的就丢进去这样，嗯，那可是我是用水煮，因为我不想要用煎的，这样感觉要再用一次油，我只是让它烫过，不要有那个就是半熟的状态这样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就炒洋葱啊，用奶油先炒那个洋葱。啊，爸比，怎么了？你碰、我的脚架碰到那个。奶油炒洋葱。然后。我刚刚在爸比现在闻到超香的奶油。然后再加那个红萝卜啊。嗯。番茄啊。你现在还会用稳定器吗？比较少，旅游的时候才用稳定器。你讲的好像很简单呢、欸。然后就炒了一阵子之后，感觉该软的有软，之后就把牛肉再放进去一起炒。然后最后再炖、嗯。然后再把酒啊调味料倒进去。嗯。然后就让它滚。就好了。嗯。好，我刚才把你放很大、欸。为什么？就是把你拉大这样子。问无聊吧。
就跟我一样，我每次也会把它放大。那我送到他那个片。好了，我们要吃饭。我都会放大到直到某一个部位。像这样子吗？我看看，我帮你放大，只剩鼻孔。直到鼻孔这样。直到鼻孔。对，好无聊。那打的有一次，他也照到了，发现打的有鼻毛跑出来。我可知道了，我有鼻毛跑出来。好啦，各位晚安咯，我们要吃饭了，拜拜。